你有看到头前那间诊所吗？我是在那派新命来，伊拄才伫遐规规碎碎，秘书哦，真惊有人甲跟踪咧。伊若是藏什么秘密伫内底，就一定想办法。有心态已经伫咱的手头啊，所以咱请上班啊，甲吴依林解决掉。同事心情不够被怎么解药啊？安尼代表我这总经理，我无时间，安尼无道理咧。你要为着林子彤？ 付出这样错误的决定是，你这当时长，拢咱有着家己的私心无搁公司的理由啊。那呢，我这总经理，安尼决定，也是多好呢。你无说伊甲林子健发生关系，也是冤枉伊啊。你敢有够气？你敢有知性？你无讲。咪波牙姐头前，就是今个离婚，还袂输欠欠的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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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查你出去。Go！ 阮爸到底在位？抓因来吃一根醋吧。我想要让因体会。我认定你的主意是啥物？准是在北方啊。若是因爸伫遮，咱绝对找有。夸张着吼，信贤果然是骗人的，才会歹互我叫伊。